呢，新加坡的那个街头是呢。嘉南。唔系啊，呢个系发姐嚟嘅，你帮我摆入先啦，唔该。你咪换个车袋先。系啊，诶，我而家可以装翻出嚟，喺呢一度，呢度去。时间嘅 ，Ancient 捐赠仪式都要需要等，需要等，需要等，打电通知噶。系啊，而家仲未有考虑住嘅。未，好似都好似。点解一零要退役嘅？咁因为车龄大，车龄都开始旧啊。唉，开始有限速啊。今日再睇嗰啲巴士先啦，嗰啲巴士會何去何從咧？我知道，但而家天氣都開始有差落緊雨，我哋都盡量落喺室內咯，唔好喺室外啊，因為浪浦方面你會支持啊。唔好講，中車人，唔好講。到時要唔好講，要幾多分？幾時先會再開？唔好意思，都要未知啊。735、736今日已經到咗柴灣車廠。大雨啊！有大雨啊！真系吓，真系大雨喎、啊。对啊。真系。哇！啊！哇！又落雨又热，真系热啊！一副反常啊！因為而家都受到低壓槽嘅關係啊，天氣自然熱漲啦嚇，加上天氣幾時會刮打風啊？又再我呢件事我唔清楚嘅，唔好意思。因為颱風係吹去日本嘅係嘛？係啊，608、809都換咗廣告啦。係冇問題。哦，是關於就往香港列車即將啊！唉，開始又拍自己啊！戈登倉氣拍子有拍子機喎，真係嚇！啲車先會提早俾班車㗎，唔知啊，係會延遲好啲啦，或者延遲好啲啦。我唔知喎。哇哇哇哇！盡量留喺室內啦，我哋唔好喺呢架係幾多號？5056啊！呢架我哋5056睇唔到啊，太大雨啦。點解要俾274改裝嘅？係唯一一部2027字頭。啲四字有四字嗰、那個係嘛？四字點解要改裝嘅？佢為咗專用俾迪士尼㗎嘛，有啲車。我知得唯一呢個274係唯一一部係做啲27字頭嗰部 M3 四字頭，係唯一一個27X 字頭嘅車，四俾咗迪士尼先。8281都有，284、8184、8991、284、289同291都係改裝㗎，係咪啊？係啊。但係嘅二百就由289嘅。而家都開始有拍自己嘅係嘛？201呢個201啦，呢個係201改裝嘅201。喂，充電啊？唔係，275、276同261、281有咩關係啊？呢兩部車？你話咧？只係佢哋嘅頭兩卡唔同啫，其他嘅扣六卡同其他嘅六卡相同。我知道。總之都係731、733、734同735啊嘛。係。咁佢同2617、8、15、16有咩關係㗎？佢兩個？都我望緊，都冇留意到，冇留意緊。我睇緊到就係佢哋嘅車頭261同275係唔相同咯，後面嗰個卡就係相同嘅。啊哈。係咪啊？係。哇！有垃圾喎、哦，有人跌咗嘢啊，係嘛？停车了，停车了，嗯。飞干。吓？自冲档我见到啊，吓。自冲档啊。
唔好講呢啲。唔緊要，我先嚇死我頭先。哇！個職員，講笑。